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周集和灌溉之力；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这段赞美中华文明、激扬山河岁月的文字，写于1939年冬天的延安窑洞，作者是毛泽东。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面对凶残的敌人、沦陷的国土，为教育中国共产党人肩负起民族解放重任，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风云激荡，大浪淘沙，毛泽东隶属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的革命运动，在文章结尾处深刻地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从1840年以后啊，中国逐渐的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苦苦的探寻、求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以宏阔的历史视野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列强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并且预言呢，中国的革命运动将迎来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914年，35岁的陈独秀因参与讨伐袁世凯的2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这位前清秀才即将在这里遇到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系读书、比自己小10岁的李大钊。此时的陈独秀正在东京的雅典娜法语学校攻读法语。他在张世钊创办的《甲寅》杂志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在文章中，这位经历了清末推翻帝制、民国成立、讨伐袁世凯独裁各种斗争的革命人物，探讨了什么是国，如何去爱。陈独秀的文章《爱国心和自觉心》发表以后，在流落学生中发生强烈反应。陈独秀的文章太悲观了，他说：“中国还不如王搞得好。”陈独秀这个人呢，有一个特点，经常用反话来启发别人爱国心。《爱国心与自觉心》发表1年后，李大钊读到了这篇文章。虽然陈独秀的反话是因爱国心切，但李大钊仍认为应该更加积极地唤醒民众，共同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为此，李大钊特意拜访了《甲寅》杂志的创办人张世钊。在张世钊的建议下，李大钊挥笔写就《厌世心与自觉心》予以回应，建议陈独秀求以可爱之国家而爱之。随后，李大钊写信给张世钊、吴若南夫妇，希望能与陈独秀见面一谈。张日钊和这个李大钊透露了说啊，这个陈独秀这人脾气不大好，他可能比较傲。但结果那一天呢，陈独秀一进了屋子以后，非常高兴地说：“你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那么使得我在迷茫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一种光明。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见如故，两人都认同，要想救中国，靠现有的政府不行，靠西方列强更是不行，只有从文化和思想上启蒙中国青年，让中国年轻人觉醒才是出路。只有新青年，才有新国家。陈独秀是个说干就干的人。这次相见后不久，就返回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以新青年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启蒙了中国年轻人，汇聚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1917年1月，蔡元培邀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不久，李大钊也来到北大，受聘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在他们身边，很快聚集起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这一年，俄国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先进分子。俄国的国情与中国有近似之处。此时，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俄国道路的兴趣已经超过对日本的兴趣。俄国10月革命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在新文化运动汇聚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中，他们将率先为中国找到正确的道路。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3篇文章，在中国首倡马克思主义，并热情颂扬俄国10月革命。李大钊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认为俄国的10月革命是开辟了一种新纪元，而且对于中国来说也预示着新纪元的一种到来。那么这样就给中国人在很长时间里面，我们寻找解救中国的这个命运的真理，那么就找到了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一个武器。这个武器不是别的，就是中国也需要马克思主义来指导。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作为战胜国，却未在英法美日意操纵的巴黎和会上获得平等地位。巴黎和会反而想将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殊权益交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准备在合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中国人民积聚已久的愤怒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开始了震惊中外的5·4运动。在北京市档案馆，这份警察档案还原了被毛泽东称之为5·4运动时期总司令的陈独秀在5·4运动时期的行为。这是1919年6月11日晚8点多，侦探记录说，在新世界建议白帽西服人上下楼甚贫，且其衣服兜中捧满。这白帽西服人就是陈独秀，他随身携带着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前往位于天桥附近的新世界游艺场，准备散发。 在探员的跟踪下，陈独秀经过2个小时的不断上下楼寻找合适场地，他最终潜入游艺场顶层5楼露天天台。此时恰好4层的楼台正放露天电影，趁此良机，39岁的陈独秀将大把传单凭空一挥，传单如雪片般飘向人群。 随后，陈独秀被捕。被捕3个月后，陈独秀出狱。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欢迎独秀出狱的诗歌。他在诗歌中写道：“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之后，陈独秀改组《新青年》编辑部，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本质宣言》中，他提到，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 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彻底地救中国。1919年9月至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向当时的中国人全面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俄国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相继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创办。 报刊、杂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一北一南2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引领下，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有人描述这种情形说：1年以来，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 报章杂志的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西维主义。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小的情景。这是一份至今仍保留在北京市档案馆里的珍贵试卷。答题的考生是1923年北大政治系学生贺廷山。试题内容为叙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给予现代史学的影响。李大钊为这份答卷给出了95分的高分。20年以后啊，李大钊。 在北大开唯物史观这门课程，这是北大开这个课的唯一的一个教授，而且这个课呢，当时列入了教学的计划，而且纳入了考试。这个试卷本身也是个证明，也是个佐证。与此同时，无论是刚刚成立的共产国际，还是刚刚成立的苏俄。 都在关注中国革命的前景。1920年春节快要来到的时候，李大钊和陈独秀也在不断商议，他们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此时，李大钊和陈独秀关注的重点已从进步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了建立党组织。1920年4月，李大钊在红楼图书馆主任室会见了俄共部代表维京斯基，商讨建党问题。拿着李大钊的介绍信，维京斯基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 1920年6月，维京斯基在写给俄共部的信中谈到：“现在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1920年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 随后，由李大钊领导的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在此前后，毛泽东筹划成立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成立了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短短几个月时间，中国已经有了8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天辟地的时刻 即将来到。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悄然来到上海。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陈独秀、李大钊因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这些代表中， 最为年长的何叔衡45岁，最为年轻的刘仁进19岁，30岁以下的9位，占3/5，包括共产国际2位代表在内的15位出席者的平均年龄是28岁，恰巧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他们都是那个年代的新青年。在上海召开了8天会议后， 因为敌探的闯入，中共1大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如今，这条船已经成为中共1大的象征之一，红船精神更是作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载入史册。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党的名称正式确定为 中国共产党。中共1大在当时的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 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份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手稿，全文共计2818字，曾经3亿起稿，这就是最后的定稿。钊自束发受书， 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1927年4月，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走上了冰冷的绞刑架。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25岁接触马克思主义，直到38岁牺牲，李大钊在13年的时光里，一共撰写了629篇文章，向全中国和中国的年轻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先进思想。这篇自述就是他最后的绝笔。 1948年，正在湖南大学任教、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的李达接到了一封密信。吴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毛泽东。读罢短信，李达心潮澎湃，他当然知道这封信的分量。 彼时，毛泽东正在西柏坡运筹帷幄，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新的中国已经曙光初现。我坚信，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我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我更坚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气壮山河，风云岁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请收看第2集《百年望道》。